又要来哦，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是要介绍开源授权，开源授今天要来打拳。好，那今天会教大家四招六式。那这个活动主要是开放文化基金会，然后台湾创作 CC 计划跟台湾大学开源社一起合作的。那我们今天的流程跟大家讲解一下。首先会由我这边开场快结束了。那接下来每个人会有自我介绍的时间。那自我介绍，待会告诉你们说要讲什么。接下来博强会跟大家介绍著作权跟创 CC 知多少，那就是主要今天打拳的部分。那我们会有休息时间，后来会有最后面会有个闪电秀，就是只要你跟任何创 CC 有关的，有想要分享的，都可以来跟我报名，就在休息时间的时候来跟我报名，有吗？要报名吗？好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后来就是也有来这边就是要交朋友认识朋友，那你后来就还是可以有一些自由跟交朋友的时间。那好，开场结束，接下来是自我介绍，那就由我开始。那你主要是讲你的称呼，你可以讲你的你常用的 ID 或是你网络上面可能常用的昵称之类的，那你的组织啊、单位，或者是如果是学生，也可以讲一下你的科系，那你以及你可以讲你关心的事情。那如果从我开始的话，就是大家好，我是 Sing， 那我在 OCF 工作，就是开放文化基金会工作。那我关心的事情有分享、猫咪、美食，对，就类似这样子。那下一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国强。那我在网络上面常用 ID 是 BOBCHL。我现在在很多杂七杂八的组织都有参加，比如说像公司 W， 然后跟就是我们这样台湾社群。那以前我几乎我有参加CC， 然后杂七杂八，对，关心的是这样，谢谢。关心的是？关心的是哦，就刚刚那一堆东西。对。好 ，OK。嗨，现在关键是你是食物。大家好，我叫上官，上官良志，就是我是一个复姓的男人。然后，我现在在的组织是社团法人台湾同心创意行动协会，有一个中小学的教育创新组织，还有中华民国维基媒体协会，就是专门在推广维基百科的文化与写作的部分。那我关心的是，就是天天吃饱睡暖，我就很开心。那当然就是，还有其他的啦。可是我一时间因为还在吃饭，所以就觉得现在有点满足到让大家来讲好了。对，可以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小 B。我在网上常用的 ID 是 CRO，C 大写 B 大写。关心的事情是，那个我是黄文凯，是这个资工系的一年级，然后是想说，有点好奇啊，然后刚好期中考完有空，所以来看一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英里，可以叫我木棍。那我现在是台湾科技大学资讯工程系二年级，然后目前担任城市设计研究社的社长。然后除此之外，还有在 CCom 做一些事情。好，然后关心的事情嘛，就是我也不知道哎，关心哪边好吃的吧。还是关心自己。对，是关心我自己。好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 PTC， 然后网络上常用的 ID 是 PTC 的球员，全部都不大写。然后现在是不务正业国中生，然后有在 CCom 还有线路组做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关心的事情，开源，这个问题，还有我也关心我自己。嗯、大家好，我叫阿九，那个我应该是这里面最老的。那我平常都是在网络上都是潜水，那我是在 HTC 工作，那其实我用了很多 open source， 但是对于这一块其实不是那么了解。
对，所以我今天就来这边，想要跟大家学一下，大概听一下这边一些概念，有关 open source 概念。是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子琪，我是台大开源社的社长，然后现在有在就是开源社跟CCon 在做事，然后关心的事情是，网上常用 ID 是可以有 Victor V I K T O 啊，然后关心的事情是开源啊，然后一些开放的东西，还有我自己。换你。我叫 ET 服务，然后平常主要比较多参与 G0V 社群的活动，然后职业理论上是 UI 设计，然后今天关心的事情就是我是记录组，要帮大家录影。好，再来就换 Link。没有你自己，真的有。今天还有一个，再一次。大家好，我叫 CYJ。这边的西外掉的外，这边的街，我非常关心我自己。好，那看来大家今天普遍都很关心自己，那也很关心创用 CC， 所以大家来听一听。那我们现在接下来。